大家晚上大家好，都热情，大家好。
恭喜发财，生日快乐，新年快乐，恭喜发财。我们跟着跟着没关系了。好了，一连串歌曲是我在去年前年出的新专辑里面的歌做组合的串曲。这次来，我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兴，而且其实蛮感动的。大家看得出我几岁了吗？20。哎，乖乖一包。20岁。你们知道金龙给几岁吗？不知道。36。40。哎呀，哥哥，您真是谦虚啊。啊，24。中了。好，当然了，年纪不重要。今天来到现场呢，我希望每一位都年轻个20岁，好不好？如果我有机会，我希望下去跟每一位都能探视一下一米半 ，OK？ 好，今天真的是很难得，我觉得暂时缓和一下气氛，好，我们先来一首慢歌曲。这一首歌应该是说，我今天第一次进入歌坛，练了一首歌，它是我偶像的歌曲，刘文正《诺言》。您的掌声，我的荣幸，谢谢。谢谢。
谢谢庆理姐的邀约，因为当时啊，本来你知道今天11号是元宵节，那元宵节当天呢，其实在世界各地，尤其华人地区都有很多的灯会活动，我往年就是被包住，因为我姓包，而且不小心又被人打包，但是这次庆理姐特别托了我们也是乔家好朋友，然后联系上我。其实我那个内心说，哎，好开心哦！二话不多说，庆理姐 OK， 就 OK 的话，我就开始准备今天的正事。但是我来这边，我都不怕，什么都不怕，最怕就是口干舌燥。你知道我来这边啊，每天喝水，通常都是喝差不多500cc、1000cc， 我每天喝快2加仑了。哦，一直在灌水，你喉咙会很干。所以待会唱歌的那个跳舞有捂嘴巴的比较不太好看的动作，麻烦那个照片就删掉，好不好？好了，开玩笑，继续再为你带来这首我自己还蛮喜欢的，也是我偶像的歌曲，很好听。但是我们还没到三月里的小雨，好，你不要拿去卖，我下一场要唱。请你一定要相信，你在。
什么都不陪你，你说如果吵没进去，你说我无聊是情话。爱情需要甜蜜，别等我耍脾气，你才肯说出我爱。我是你的情人大叔 Trust me， 请你一定要相信，你在我心里永远是唯一，没有人能够代替。大叔你那无法招架的魔力，就像恋爱 ING， 当时机想起幸福的旋律，只想听你说我爱。Come on， 这边的朋友大家好。My girl， 你说我都不陪你，你说我超没进去，你说我不了诗情画意。爱情需要甜蜜，别等我耍脾气，你才肯说出我爱你。是你的情人大叔 Trust me， 请你一定要相信，你在我心里永远是唯一，没有人能够代替。大叔你那无法招架的魔力，就像恋爱 ING， 当时机想起幸福的旋律，只想听你说我爱。怎么说明你才能够明白，我要怎么解释你才能够接受，你喜欢的音乐，我送你的 CD， 其实里面都在说明 I love you。 你看今晚的月色，包场约你星巴克，约焦糖玛奇朵拍出那生日快乐。人生经历我很独特，面对爱情我很深色，偶尔有点无助，偶尔也会需要你来关注。我是你的情人大叔 I love you， 我是你的情人大叔 Trust me， 请你一定要相信，你在我心里永远是唯一，没有人能够代替。大叔你那无法招架的魔力，就像恋爱 ING， 当时机想起幸福的旋律，只想情人大叔，希望你们会喜欢，谢谢，谢谢，谢谢，哇哦，谢谢，谢谢大家，哇，这个好热烈的掌声。刘依纯呢，为了这次表演，其实她之前有点稍微小感冒，不舒服，来到这边呢，嘿嘿，不感冒，喉咙完全没声音，哎，奇怪了，声音有点哑，声音有点哑，但是今天还是尽力表演，对，一定要的，一定要，因为她声音其实，啊 ，kiss 是吧？喂，哦。哎，等一下，等一下，这位同学，这位同学，我再丢给你，这样，你还怎么会这么舌头这样？吓我一跳的。OK。嗯。当然了，我觉得今天来这边要问候一下，我刚才有问候，对对对，这叫 Unity 2017年第34届是吧？对，34届。Oh my god！ 很不简单。居然一个会可以成立到34年。对。你们知道，有很多会都已经瓦解了。啊，不是，因为可能大家这个工作上面的关系嘛，对，没错，但是凝聚力很好。嗯，来问候一下吧。对，嗯，大家好，我是刘依纯。哎，今天哎，说到这边就给他一点鼓励嘛，好不好？谢谢，谢谢。对不起，对不起。今天真的非常开心能够来到这里，跟我们芝加哥的好朋友们，还有6年前也见过的好朋友们，在这边相聚。嗯。新的一年呢，我在这边先祝大家。事事如意，新年快乐，鸡年行大运。哎呀，讲的真的是很普通，哎。喂，没有，因为不可以这样漏气啊。事实上，我们在这个祝贺词一定要有一些新的想法。今年是鸡年嘛？鸡年，对。你要同音也可以呀、啊，比如说大吉大利、啊。大吉大利，还有什么？还有
鸡心高照啊。哦，还有啊，那就你讲就好了。还有那个啊，鸡飞狗跳啊，哦不不，那个那不算是祝福啦，那个算是大家没有，我要学那个 Rose， 他说就说我都不会，这样就好了。哦 ，Rose， 你要乱教，嗯。OK， 好了，当然今天我觉得来这边真的要聆听一些好的歌曲。我们今天准备了好几十首，是因为我姓包嘛。那我今天的节目应该是讲所有的歌曲都是包罗万象，没错，好不好？嗯、那接下来。接下来因为刚刚有介绍邓丽君小姐、哦、我有介绍我的偶像，对，你的偶像，那我的偶像是邓丽君小姐，对对，嗯，所以我也会带来她的歌曲，好听的歌，对，要跟人家唱的不一样哦，应该是不太一样，不太一样，那我们听听看什么歌曲呢？南海姑娘。南海姑娘，您的掌声，依纯荣幸，谢谢。夜风飘动雨浪，夕阳多云偷看，看见金色的沙滩上，独坐一位美丽的姑娘，眼睛夕阳灿烂，美似星月弯弯，穿着一件伤痕，红得像他最深的冰凉。他在琴旁弹那古琴，想到泪汪汪，湿了红色少年白衣裳。哎呀。眼睛轻轻只是瞭望，旧梦失去游戏作伴。夜风挑动地浪，夕阳多云偷看，看见青色的沙滩上，独坐一位美丽的姑娘，眼睛夕阳灿烂，每一丝星月弯弯，穿着一件红色的纱布，红得像她嘴上的槟榔。他在琴旁弹那古琴啊，想到泪汪汪，湿了红色纱笼白衣裳。哎呀，男孩姑娘，何必太过悲伤？眼睛轻轻只是瞭望，旧梦失去游戏作伴，旧梦失去游戏作伴。谢谢南海姑娘，谢谢，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非常开心，非常开心，哇，真的很棒。其实我六年前跟包大哥有来过芝加哥，那我对芝加哥的印象一直都还蛮好的，只是有点太冷，所以来到这里就很快就生意没了。那可是我今天还是会很尽力的为大家唱出好听的歌曲。那接着下来呢，带来这首歌也是蛮适合今天是元宵节嘛，在这里先祝大家元宵节快乐，带来这首邓丽君的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谢谢。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多深，
的情不变，我的爱不因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好不好听？谢谢，辛苦了。哦，又换了一套衣服上来了。谢谢，羡慕死你们。恭喜恭喜，接下来第二位就是我的偶像，然后我们开始。
Thank you.
唱完了，好，你也要表示心意 啊！你以为搭个两句就算了吗？是啊，我想说我是和音天使，我站在旁边和音就好了。没有，你也是主唱，主 vocal， 我们就来一首也是经典的歌。当然我也不落人后，我要带来一首。好啊，什么样的歌曲？也是好听的歌曲。好听的歌曲，哎，上海滩哦，经典大剧，好听，来听听看，这是《上海滩》。Cheers.
我心再起火上海滩，谢谢上海滩，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哇，很棒很棒。我们这首歌，其实我唱快歌都还不会流汗，我怕唱广东歌唱得不标准会不好意思。所以其实我们两个为了练这两首广东歌，在我们家大概对，来来回回可能练习了快一个月，没有啦，因为很怕发音错误。其实我们刚刚的发音还 OK 吗？可以吗？还 OK 哦，应该有八分了啦。谢谢谢谢，八分了。200分的，哇！你怎么一直在提高呢？好，非常好。那这样子好了，接下来我想让现场的大哥哥大姐稍微活动一下。好，我来首快歌，好不好？因为刚才缓和气氛够了吧？其实都吃饱了吗？吃饱了哈。好，可以在原地跳舞。那我先带来我2016-17年的新歌，好不好？那我们先请我们的新娘子。好，虽然结婚一年了，我还是叫新娘子。谢谢刘依纯，好不好？先休息一下。OK。然后好，等一下，因为我有换衣服，好不好？所以我也要吗？你也要换。OK， 那待会见哦。如果你没有带衣服，你就把它脱了。喂。好，没关系，好不好？来，谢谢刘依纯，谢谢。好，为你们带来这首我的新歌，你们听听看 ，Funky Style，Yeah，Please。今天又是周末夜，准时下班没几点，心情爽到在飞，哥哥我要去约会。妹妹都哈我这位，姐姐都爱我的 man， 今夜谁都别睡，什么烦恼烦恼 get out my way。 老板来电设拒绝，来我出席也不会，通通视而不见，周末就是 party day。 我的脸是如长卷，跟着我不用排队，到哪都是焦点，来吧看我看我看我Party. It's so fun, fun, funky night. F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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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ky night. 不准全身放出来，今晚你最摇摆。It's so fun, fun, funky night. F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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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ky night. 快乐不是分年代，就立马脑袋到底 get high.左边开始哦，继续放啊！耶耶耶耶耶耶！老板来电设拒绝，来我出席也不会，通通视而不见，周末就是 party day。我的脸是如长卷，跟着我不用排队，到哪都是焦点，来吧看我看我看我疲惫。All right。It's so fun, fun, funky night. F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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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ky night. 不准全身放出来，今晚你最摇摆。It's so fun, fun, funky night. F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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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ky night. 快乐不必分年代，就立马脑袋到底 get high. Thank you. 谢谢，谢谢，谢谢。OK。Hello, welcome. Hello, nice to meet you. Michael Jackson. Woo. 劈腿。All right. Yeah, yeah, yeah. Oh. 钟林志，你好，你好。OK, it's so fun, fun, funky night, f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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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ky night. 不准全身放出来，今晚你最摇摆。It's so fun, fun, funky night, f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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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ky night. 快乐不必分年代，就立马脑袋到底 get high. OK, 谢谢。Dr. Wu. All right, all right, all right, all right.
OK， 哎呀，哎，我怎么结束在这里啊？我不是应该在舞台上？好，先拍照，一，那边，一二三，七，好，谢谢，不能照，好，等一下，抱歉，哎呀，不是，你们场地租那么大干嘛啊？有点累，我后面还没去哎。啊，哦，我本来认为我18岁的，经过这一场之后，我变8岁了。好，接下来我还要再跟大家做互动，带来一首 rock and roll 的歌曲，好不好？那边的朋友，等着啦 ，Saturday 星期六。穿上工作服，满身是油污，中午吃便当，晚上挤公车呀、yeah! 但是我心中充满了快乐呀、yeah! 因为我知道星期六脚步接近了，星期六明天星期六呀、yeah! 打一个电话梳一梳头发，换上牛仔裤，带着女友轻松地走在繁华的大马路，谢谢。来，动起来啊！谢谢。哎，大哥，谢谢啊、哦。嘿嘿嘿嘿，呀，哎呀，哎呀，来，哦，谢谢哦，新年快乐。穿上工作服，满身是油污，中午吃便当，晚上挤公车，但是我心中充满了快乐。你不知道星期六小步接近了，星期六明天星期六 yeah, yeah, 打一个电话登录一次都换上牛仔裤，好，等一下，带着女友轻松地走在宽阔的，快过不去了。星期六，脚步接近了 ，Yeah！ 星期六，明天星期六，带一个电话，换上牛仔裤，好，谢谢，带着女友轻松地走在宽阔的大马路。OK， 终于赶回来了，但是只跑了一半的路程了，怎么办？再继续是吧 ？Uncle 啊，哇，伤脑筋啊！再一次啊，劈腿啊！你们怎么要求那么多啊？我的腿一个月只能劈一次，好，没关系，等一下我会针对那边，好不好？接下来我想玩一个游戏，喜欢跳舞的准备好了没？我们总共希望能12位，然后呢，冠军的人我送我亲笔签名的 CD， 最新的，好不好？然后怎么评分呢？就是以你们的掌声为他的成绩。来，请上来 来 come on rock and roll come on， 来，掌声鼓励一下。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不同年纪，不分性别，看到没？这个大哥走第一个你就知道雄赳赳气昂昂的，以前也是个武棍。好，来，请上，这个是真的很难得，我觉得就是以刚才我唱的那首歌 Rock and Roll 歌曲自由创，那如果你们跳的舞蹈受到他们最多掌声的，我就赚了。那如果没有最多掌声，我就送一张照片，好不好？亲笔签的照片。好，来，大哥介绍你的贵姓。我
我叫周杰梦，周大哥你好。我们来芝加哥多久？30年。有没有看到？哎，有的人不以为然，是有人超过40年的。有啊。还不以为有人超过50年吗？有。还有，有人超过60年还在吗？有。啊，不是，我这个是超过60年，不容易啊。好，那不客气。好，林同学是念书然后留下来，在工作不简单哦，这个年轻人。哎，你好。我姓陈。陈，耳朵陈的。陈咬金的陈。Yes。工程的陈。OK， 好，兄弟好，陈。这位是你的。Boyfriend。OK， 麻烦站过去一点。好，麻烦站过来一点。来介绍一下你。Stanley。少，少很少。哦 ，Stanley 草 ，OK， 好，来介绍鸡蛋。向方林，向方林，哇，一看就知道很会跳舞的。哎呦，哥哥，你是来上海写书法的？啊，不是，来，您贵姓？玛格丽。玛格丽。台东啊，有个名字叫做太麻里，隔壁，好不好？他是玛格丽，不简单。大哥，贵姓？欧明。欧。欧明。哎，我是哎呀，我什么？对对对对，应该是你来帮我，但是今天要委屈一下，好不好？当下来宾，谢谢。哎，金大明，林平哦，林平觉得漂亮哦，就金有好成绩，好不好？谢谢。来，介绍金大明，来自林俊志 ，Kevin， 哇，自在宾格，自在宾格 ，OK， 好，吴川你好。江丽杰，旁边那位是你的朋友，没关系，没关系，在里面。好，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来，介绍自己大名。啊，黄宝庆。黄宝庆，哦，小姐好成绩，好不好？来，你好，你好。哦，看到我开心哎，他眼睛已经不大了，看到我一定一条线。来，我真的吗？我老婆在，跟你讲这个话。啊，没事没事，开玩笑，开玩笑。好，来介绍自己大名。安全了，希望今天有好成绩，好不好？好了，先给你半句的握手哦。OK， 来，你好。你好，你好，唐成文 Kelly， 那也是稍微哦，舞动一下，扭动一下，好不好 ？OK， 带来拍手。OK， 来介绍自己大名。Jennifer，OK，Jennifer、okay, Jennifer 来这边多久了？就是都住在这里。对啊，交流都住在这里。那我们要当 local 的精神把它拿出来哈、哦。好，谢谢你，最后一位。Rose，OK，、okay, 那希望我们每一位都好成绩，我们总共几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十三十四十五，总共是15位。15位当中，我们要选出一男一女最厉害。我开始星期六这首歌下的时候，他们一个一个出来说，你们看他的舞姿最特殊。最炫或是博人也最喜爱，待会儿掌声给他最多的投票，好不好？来，星期六上阵的，靠第一位，来，这两个先 ，OK， 随便的，随便的，来，好 ，OK， 继续走，怎么样？来，苍山公主，马上施工，好，下一位，中午吃便当，晚上挤公车。但是我心中充满了快乐的 OK， next one 星期六叫不天气的你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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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乐的时光很快乐，接下来紧张气氛一个一个来，来按照顺序，我们以掌声来选出一男一女，好不好？来，周大哥的请举手和掌声。OK， 已经听出端倪了，有一个人吼了十个人的叫声。来来，我们这位林同学。那陈同学，好腼腆，还是多一个人最捧场。我看我看一个人就有二十个人以上。那个，来，我们这个同学，等一下，对不起，我要先跟他裤子有没有裂掉？哇，他刚下去啪嗒一声，啊，到底是骨头断了还是裤子裂？我真不知道，好危险，我以前有过这经验，不错。好，接下来，小芳你，那你呢？哦，也是不错，哥哥。哎，李同学，李同学是三项打得很好，但是有点打错地方。哎，谢谢大家捧场，谢谢。不错不错，你们不是两位新人？好的，那你姓？蒋。讲好的，他们两个讲好的，一个姓蒋，一个姓好，他们讲好的一起出来。那他们两个觉得怎么样呢？哦，对，开心就好，真的开心就好。好，来，这位大哥呢？很久以前在班。他们两位。这位林同学。来，这两位同学。Rose， 他们两位呢 ？OK， 好，来，这一位，来。王宝庆。王宝庆，跟这位同学呢？好的。哎呦，很抱歉，男的有两位，女的也有两位，因为我老婆的新专辑也带来了，她骗我说没带她的新专辑，而且我非常的幸好。这是新的，棒棒棒！还有 我老婆的，好 ，OK。这个刚才其实很明显嘛，我觉得男生那两位同学，对不对？这位，请上台前来。他们两个是真的是让你的喊叫声特别大，那你们俩要拿？我老婆的 CD 还是我的 CD？ 你不能说谎吗？那你的音乐我学你跳。OK， 那你呢？拿你的学习。你拿我的 CD， 好，那就好了。因为刚才你的声音比较大。最新的，好不好？棒棒棒 ，Thank you。啦啦啦 ，OK， 谢谢 ，Thank you。那女孩子呢？女孩子也有两位，女孩子也有两位。谁？讲好，讲好吗？谁？跟谁跳的比较好？很不公平哦！向八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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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请来，里面还有一位，林平平，林平平跟大哥一起的，对对对，那你代表什么？请站出来！哦，这舞台上还可以捡到很多叫龟龟的，哇！慢点，来，麻烦一下，这边要谁掉？好，那接下来两位，好，谢谢大家，好，非常恭喜，我们再次给他们掌声鼓励。那非常谢谢大哥。真的，因为我手不好意思，真的感谢你们。好，那开心开心，谢谢谢谢谢谢呵呵，谢谢了。好，请在台下休息，谢谢谢谢谢谢。哇，感动感动，谢谢你哦，好。
不好意思，谢谢。Thank you, thank you。好，休息，休息，休息。一存。OK， 那就不多说话，我们就唱歌吧。
吧。接下来呢，我还是带这首姜蕙的歌曲。这首歌其实原本是张清芳的歌，但是姜蕙把它改编过以后，我觉得这个版本很好听，希望大家会喜欢。波浪是谁？谢谢。然后等一下有动作，啦啦啦啦啦。
而且啊，他真的是对我很好，
来到我这里。真的，大家要给他一个很大的热烈掌声。OK， 谢谢。真的，他是真的是要来这个芝加哥的朋友，并不是说来，真的是来作秀，他是来看朋友的。并不是说因为表演而来。哎，其实真的是我有个 promise， 对，我说我还会再回来芝加哥。就是这样。对。那对，那我们也不能多说啊，说一切尽在不言中。OK， 没问题。哦，谢谢，谢谢，谢谢。我来念一下我们芝加哥新年晚会赠送的奖牌啊，谢谢包伟明先生演出纪念，丰功伟业，刻骨铭心。大芝加哥新年，大芝加哥侨学各界新年晚会筹备会主席黄宇文，总干事王庆云敬赠。谢谢，感谢大家。感谢，哇，这样先生有太太也要 ，OK， 好，好，好，我们也有一个奖牌送给刘怡纯小姐，演出纪念，杨老依依，姬美晨晨，哦，来芝加哥侨学各界新年晚会筹备会主席黄宇文，总干事。王明文，敬赞。哦，谢谢，多谢。对，其实我蛮感动，因为现在这是夜深了，他们还不回去。对呀、啊。我觉得是感动的这个 moment。再次谢谢大家，太喜欢谢谢大家。再下照相，照相好，奖牌拿着，好。OK， 一辈子的回忆，满满的祝福，谢谢大家，希望有机会再来，好不好？